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有智慧讲合时的话，良言逆语，箴言书十六章二十四节。好的话亲像芳秀，让心感觉甘甜，让骨得到医治。七岁大的小妹甲一个脚趾严重弯曲的囡仔，欢喜地在佚佗。伊似乎对这位生疏的新的玩伴，身躯奇怪的模样，毫无反应。佚佗了前后，两个人拢坐落来。小明忽然行到囡仔的身边，真得意地讲：“我知影你的脚趾为什么弯弯的。”自卑的囡仔心内紧张，直讲不出来。小明继续地讲：“我知影你那边底有物件，你知影无呢？”囡仔无助地回答：“我唔知影。”小明满面笑容地讲：“弯弯的身躯那边是一个长圈啊，那边底有一对阿未天开的天赛的石果。”弟兄姊妹，其实无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但上帝却接纳咱，欣赏咱。咱要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自卑、软弱、甲心性灵有缺点的人，予因鼓励、安慰、甲扶持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疼阮，感谢你的真理比芳秀滴落来的蜜较甜，让阮的心灵得到了滋润甲医治。求你赐予阮智慧，让阮警醒家己嘴中的言语，在适当的时阵讲适合甲柔和的话。求主的圣灵感动阮，多讲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到的人得到益处，心灵得到医治。阮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